在工作室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都是认真工作的好伙伴。回首这一位，他正在看着鱼，跟着大家一起在看鱼，看着他的学问。除此之外，他没有任何一点工作迹象。Really, nigga?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用功的工作，可以看到这位非常用功的实况手，我们刚刚还在工商网地。你看这位，你看这位，一直说我们不跟他玩游戏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工作。